在这个浮华的世界里，很多人因为贪婪、无知、嗔恨而迷失了本心，造下种种罪恶。地藏菩萨本愿经告诉我们，造下罪恶的人死后将在地狱里承受无边的痛苦。地狱在大铁围山的里面，其中有大地狱18所，次一等的地狱500所，再次一等的有1000所。其中唯独有一处寓所，名叫监。无间地狱的狱城，昼匝有18000里，城墙高1000里，都是用铁做的，熊熊烈火从上到下燃烧不息。狱中还有床，遍满10000里。之所以叫做无间地狱，是因为有5个缘由感召而成的。第一，是日日夜夜受罪受苦，以致累经结束，没有一刻停止，所以叫做无间。第二，是一个人在地狱里是满的，多个人在地狱里也是满的，所以叫做无间。第三，是施罪用的器具，没有不齐全的。罪人会被各式各样的刑罚来折磨，这样的毒痛苦楚，在无数劫中相续连接，没有间断，所以叫做无间。
是无论男女、种族、年龄、贵贱，或龙或神，或天或鬼，有了造罪行恶的业感，堕在地狱里都是同样的受苦，所以叫做无间。第五是，如果堕在这地狱，从刚进入时直到百千劫，每日一夜都要经过几万回的死，几万回的复生，就算是想要极短时间的暂停也不可能，直到业报穷尽了才能转生到其他地方。这样反复生死，连绵受罪，所以叫做无间。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痛苦？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折磨？为什么他们即使死去也无法逃离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们会投生到这里？他们曾经是人，因生前犯下的罪行，死后才来到这里。在我们的世界，有五种罪行会堕入无间地狱。妈，妈，妈，你快点，快拿钱来。我还要接着上网去呢，赶紧把钱拿出来。已经没钱给你了。你要干什么你？每次都这样，别跟老子废话，钱在哪儿？赶紧给我。钱都被你拿走了，家里只剩点吃饭钱了。你想让全家都饿死吗？老子不管那么多，你到底给不给？你这个逆子，我绝不会再给你一分钱了。逆子是吧？好，不给钱是吧？老子逆给你看。倘若有众生不肯孝顺父母，或者甚至杀他、害他，应当会堕入无间地狱，经过千万亿劫也无法出来。
月，这些统统都是封建迷信瞎扯骗人的，哼，今天我要把这些全都给毁了。你这老秃驴，滚一边去！不能这样啊！哎呀！可怜，可怜呐！我算老几？老子比佛厉害多了！倘若有众生出佛身的邪，或者毁坏羁绊佛法僧三宝，不恭敬尊重经典，应当会堕亡无间地狱，经过千万亿劫也无法出来。漂亮的小尼姑啊！哎，快看快看，那小光头还真俊俏。哎呀，小丫头，害什么羞啊？让哥哥来疼你。哎，放开！这也没人，要不我们在这儿亲热亲热？来呀！你讨厌！倘若有众生侵害损坏僧众常住的地方，玷污僧衣，或在伽蓝里面恣意的乱行淫欲，或是杀害生灵，应当会堕亡无间地狱，经过千万亿劫也无法。你们供养我功德很大，保证能让你现世发财，临终往生。一会儿我就为你念经祈福。谢谢师父，那我先告辞了。大哥，你怎么现在才来呀？想我了吧，宝贝儿？我连经都不帮那些傻瓜念了，专门来看你呀。倘若有众生假扮沙门模样，他的心并非学沙门的心，破坏常住的规则，乱用常住的东西。欺皇在家居士，骗取供养，违背僧人应守戒律，这样的众生应当会堕亡无间地狱，经过千万亿劫也
也无法出来。窃取十方物，偷窃了常住里的财物谷米、饭食及衣服，乃至无论哪一件东西，主人没给予你，你把它取来了，这也应当堕往无间地狱，经过千万亿劫，也无法出来。作此忤逆重罪，将堕无间地狱，受苦无穷无尽，求出无期。愿一切众生永不再造罪业。